我是过了很多很多年，尤其是西方摇滚乐对我们这波人的影响很大。 你模仿他用三大件吉他贝斯鼓，你做了12年的时候，你突然再回头，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个东西它非常棒。因为你意识到其实西方的摇滚乐，西方的流行乐也是从民族乐开始的。是个很真的很干净的这样一个女歌手，是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她可能平时有些时候言语上或者有些嬉笑怒骂，但是我觉得她只是用那样的一种方式守护住自己那份内心的那份纯净。